就照顾我，一天三十单嘛。我拢有当时啊，人要请传教士，我好当时啊，食了差不多三十斤的蛋。我当时来啊，一天以后我来当时上这个股票，做当时。讲哦，这个病了，那个病就，他妈这护士真辛苦哦，伊叫伊个助理哦，关关哦。一个菜市啊，一个水果啦，一个哎，好吃，味道真好吃啊！啊，这样好吃，吃了干嘛？哦，你叫你平常买的水果啊，香好吃，你去哪里买的啦？哦，如果你要去买也可以啊，我托关关去买的啦，我一块托关关一边的，托关关啊，哦，我托关关去买的。如果你们想出来，可以脱光关气。张总，我脱光关气来不好意思了。刚好如果你们感觉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再脱光关气。恭维哦，来哦，各种场场合他老赵跟你们，他跟你们加薪水。哎，差不多，其实我还好，我差不多一百，一百张，我体重我都70公斤，今晚起码50公斤，我瘦。啊，但是我一个观念是啊，按老师讲的，爬什么拢无好。以前我讲是大体讲，人讲破皮，不是破皮，是讲啥事？我们教材对不对？哦。啊，人啊，精神热，什么拢好个，对啊。所以我较无咧信伊道，对啊。一个农夫啦，已经八九十岁了吼，嘛着退休啦。医生讲伊也无手术个交流，爱赶病手术啦。啊，医生啊，手术做开了吼，感觉内底迄个足严重啊，袂当手术啦。医生无啦，真正啊，真正讲。后来啊，那个当过的，哦，这个农夫欢喜啊，对，当地的叫那个敬桌了。啊，这时候，啊，这个医生讲话注意了，对啊，啊，这看啊，这当个飘的，啊，然后这当高，伊都叫伊都要好敬了，对啊，好敬掉的时间哦，要检查那个退休金的。所以啊，我们是泡面是平时。我如果有我妈妈讲到妈妈的吼，已经手术40几天了。迄阵人在病，伊嘛是迄个中台湾省的三大名医啊手术的，规天条无医之术了。啊，拢嘛一直观察人的不一样。哦，当然了，有些铁上面吼，我老有发觉啊。你用别的牛老一下，哦，我叫他摸摸注意啊，都对调调啊。啊，他刚刚入诊，那我当然不担心，我老啊可以做四十几单啊。对，所以尽量拿东西泡东西啊，真是啊，人精神爱好，啊，连气功这个是真好。我即马是因为吼，迄个心气补气，迄个心气补气是啊，你来，啊，就排不出来，啊，排不出就是难过。啊，真欢喜！我听昨天人讲个孙子小讲嘛，爱存我第一名第二名，咱那个有那个高那个长寿奖80岁，用90岁都爱奖的，我会使啊，90岁以上哦，一等情况加落去，我看愈侪人愈好乐观。哦，我哦，你像讲去年12月，今年已经19岁了。我往前看，别再往前走，我往前走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啊。